好休息，好休息，特大好休息！这谁呀？打广告打到我这儿来了？你看我不把你腿打折啊？原来是我亲爱的妈妈呀！等会儿我妈有好事儿，怎么可能想得着我？总感觉里面有诈呀！去问问看啊，啥事啊，老妈？您阿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你好好和她聊聊。我就知道没啥好事儿，又让我相亲是吧？尤其是这林阿姨，蛇蝎心肠啊！上回给我介绍了个身高160、体重160的相扑选手，相亲直接改成了陪练。那天晚上吐的血比我喝的水都多。都说了我不想相亲，我要自己找。这么多年也没看你找到一个，老老实实跟我去聊。真的太逊了。哎，我服了，找不到对象你们也嘲讽我呀？因为目前没对象的人有很多，好吧？来，评论区输入括号单身狗，让我看看有多少单身贵族。有了，哎，干脆我就说我不想聊，介绍的肯定都不好看。你总不可能给我介绍个天仙吧？你长得又不是很帅，又不是很高，也不是很有钱，怎么还那么挑剔呢？不是啊，有你这么说自家儿子的吗？再说了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，就是那个谁啊，想知道的来个长按点赞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。搞笑，爱要大声说出口，我这辈子就是要当迷路的狗。哎，小子，你这怎么还成植物人？去你丫的！真是过分，一上来就给我个大逼兜，你难道不知道一个逼兜得有多大的心理的压力？他又没有说错。对了，这里有他的照片，你先看看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你平时没事儿就和他聊聊。哎，老妈把照片发来了，这到底看不看呢？说不定长得真的很好看呢。哟，那我就勉强看一眼啊。迷路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变心。我信你个鬼！爆红啊！你别笑。不是啊，这不也跟倩女幽魂似的？我才不和他聊。战意涌上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聊就是了嘛。加油儿子，争取搞定年底结婚。兄弟们，马上要相亲了啊！各位给我点个赞，这次相亲我绝对拿捏了。哇咔加油，我们这就给你点赞去。你行，你把那四个字给我改改，咱们统一发，这次一定好不好？臣妾做不到啊。我们都是相亲的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问了。好家伙，一上来就这么直接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奔驰车、别墅楼、8位数存款。哥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。这就可以继续聊了呗，这人明显是贪图我的美貌和财富啊。可是瓦卡，你这两天压根都不存在呀。你别笑。不是小子，我相亲还是你相亲啊？你安静点，让我想想该怎么回。这两个选项，第二个未免也太舔狗了，我必须得硬气一点。既然你问我了，那你呢？请问你有什么呢？我长得漂亮呀。啊！臭不要脸！什么意思啊？合着以后结婚你就只出一张脸是吧？你是有病呀、啊！你咋回事啊？林阿姨说小丽都被你弄哭了。嘿，告状告的还挺快啊，我那不就是正常聊天吗？正常聊天能被你弄哭，你肯定又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吧？这怎么还怪上我了吧？他根本就是没诚意，一上来就是车房存款的问，太物质了吧。好吧好吧，你那林阿姨考虑不周。对了，张阿姨还给介绍的一个叫安然的姑娘，你再试试吧。哎，不是吧，还来呀？我才不要呢，我还小，还可以多玩几年呢。臭小子，你说啥？要老妈发表是吧？给我老实去想起。不是、啊，老妈你别生气呀、啊，你再让我找找借口。你在搞什么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怕万一又是那种人，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安然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绝对不会像小林那样。来，这是她的照片，非常好看。又让我看照片，上回是倩女幽魂，这次不会又很离谱吧？我妈不是都说了吗？非常好看，这次应该是有正脸的吧？行啊，那我就再看一次。爱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弟弟的双击，么么哒。